是这就是我犯下最美的罪。以温馨的歌唱向旅居美国的华人母亲们致意。唱片销售量超过百万张的台湾金曲奖歌后李翊君，香港 TVB 票选我最喜爱的电视小生马俊伟，将于五月巡回加州举办一连三场母亲节温馨演唱会。位于洛杉矶近郊的哈勒斯赌场度假村，今年首场华人演唱会特别邀请李翊君、马俊伟莅临表演。五月九日星期六晚间八点，在新洛城的表演中心盛大举行。有关李翊君、马俊伟母亲节温馨演唱会，票价分为118、88、68和48元。哈勒斯赌场度假村会员锁票可洽18552347469，购票以及往返巴士看秀，请洽第五季国际娱乐626964-4747，网络订票 www.jticket.com。